你反抗抵抗什么，什么就会扩大，你静默静观什么，什么就会消失。不管你正面对的是什么问题什么事，如果你去反抗对抗，问题就会扩大且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。我们都可以了解，只要有对抗就会有冲突，就会有对立，而冲突和对立又会引发愤怒、怨怼、攻击，然后就是没完没了。反之，只要你静默，让自己沉静下来，那么不论你静观什么，什么就会消失。你不需费心去找任何理由为自己辩护，只要沉静下来，你不需费力去强求争论争执，你连想都不需要想，正面的能量自然会起作用。不需刻意去控制情绪，只要沉静下来，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计较，心境自然平静，自然就会得到你要的结果。